有人问我，我修了几十年了，烦恼重重，没有得到安乐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我告诉他，你要跟我学，你也会得到。学什么？不放在心上。这一句话说得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养成一种习惯了，眼见色立刻就起心动念，耳闻声立刻也起心动念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过过多忙着起心动念，这麻烦可大了。心上有起心动念叫做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心上什么都没有，那是真心，那是自心。千经万论帮助我们认识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，认识，认识之后，认识是在解，心解行证啊，认识是在解，你没修行，行是什么？是放下。这一放下了，你的认识就变成智慧，不是烦恼。